戏与陈妍希近日一起主演新剧，也在网上引起不少讨论。这是陈妍希继2016年后暌违七年再度拍摄新作品，还为角色穿上婚纱，可说是非常漂亮。而在剧中，她因为婚姻而陷入迷惘，为了给未婚夫面子，她甚至对婆婆说了善意的谎言，说公寓是未婚夫出钱买下的，但其实那明明是自己一路以来辛苦存钱所买的。除此之外，她还答应在房屋权状上写上未婚夫的名字，可说是受尽各种委屈。而妈宝未婚夫却一直逃避各种婆媳问题，让她开始怀疑这段婚姻。直到初恋男友忽然的出现，让她内心忽然产生巨变，也在婚礼一结束后立刻提出离婚要求，希望重新找回自己。